原标题：陈毅一战两用一兵计，三个团赌敌两万，司令员为难。粟裕建一计，1947年2月莱芜战役，华野歼敌两个军部，七个整饰，共毙伤和俘敌5.6万余人。这个大胜利的取得，与鲁中军区二军分区三个团赌敌5天，拖住敌人，为主力赢得包围敌军的宝贵时间分不开。这一次，陈毅一战摆了2次一兵计。2月上旬，莱芜战役即将打响。一天，陈毅把二分区司令员封任武校去，当面交代任务，令他立即率领三个团沿泰安、新泰公路向西运动，并要昼夜不停向泰安方向挺进，白天也要行动。陈毅特别交代他，你白天行军要注意部队防空，要及时保持通讯联系。解放军一向多夜间隐蔽行动，这一次却要在白天行军，并且至于行动的意图，陈毅也没有说。这令封镇武大惑不解。当封镇武率三个团向泰安方向运动时，华野其他好几支部队也向兖州阳动，并在运河上架桥。这里及时的坐镇在徐州的敌参谋总长陈诚做出判断，共军四江在东阿，范县兼西渡黄河。于是他严令中将副总司令官李先洲率部向来无进犯。其实这是陈毅的一个疑兵计。在封镇武等人西进时，华野主力却向着莱芜隐蔽前进。这样一来，李先洲如同盲人瞎马一般，糊里糊涂地陷入了陈毅主力的包围圈。陈毅的第一个疑兵计完全成功了。几天以后，陈毅又把封镇武叫去。封镇武赶到蒙阴县野店一个小村里后，陈毅说，现在情况很急，我们马上就要转移，大部队走后只剩下你们了，打算由你们同敌人周旋几天。我估计李先洲的46军将会乘机由莱芜南返，占领新泰、蒙阴两县，决定由你率分区三个团阻敌，迟滞其行动，目的是叫敌人不能那样迅速占领新泰、蒙阴，能抗击5天到7天最好。封镇武一听，心里就嘀咕，我这三个团是新建的，武器装备也差，除步机枪外，每个团只有4门82迫机炮，怎么抗击美式装备得抵46军呢？正犹豫时，陈毅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又说道，当年诸葛亮大败空城计，身边只有2个老兵和1个秦童，你现在三个团还不能同敌人周旋一番吗？你这个阻击战打得越好，越有利于主力调整部署。这时封镇武才领会陈毅的意图，要自己赌敌，为主力调整赢得时间。接着粟裕带封镇武走到地图前，具体说明这一仗的打法，说这次任务很艰巨，但争取抗击5到7天不成问题，你们可以打出主力番号，虚张声势，迷惑他们。陈司令叫你唱空城计，就是使敌人造成错觉。古时有个孙膑，用每日减灶的办法诱庞涓上当，你这次不妨以增灶的办法，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。粟裕这么一说，封镇武心中更有底了。这时敌46军已进犯至莱芜的坡庄，封镇武率3个团跑到青泥沟一带开始阻击。第一天面对20000多敌兵，封镇武当敌人接近前沿阵地时，集中火力猛烈射击，给敌人以严重杀伤。得手后立即转移，当晚三个团到村子宿营，封镇武下令各团多搞一些草铺。第二天转移时，他说草铺原封不动摆在那里，结果敌人看到这么多的草铺，摸不清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。封镇武的增灶果真管用，敌人搞不清解放军的虚实，又慑于解放军的威力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是不停的打炮，虚张声势，动作十分迟缓，始终未敢冒进。结果5天时间，他们只走了60里。就这样，
封刃武完成了陈毅的作战意图。经过五天战斗，封刃武三个团只轻伤20人，无一阵亡，却拖住了如履薄冰的20000余众的敌46军。这五天为华野主力的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陈毅第二个一兵计又成功了。20日战斗打响，经过3天的战斗，华野歼敌 5.6万，升服敌中将副司令官李先洲以下将级军官21名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